文殊菩萨的般若空性的智慧就是金刚座啊，一切诸佛之座处啊。那我们既然出家嘞，都出家嘞，放下名利，放下人我嘞，那干什么？有佛的戒定慧庄严的法要我们去践行的啊。为什么文殊菩萨我们都来朝拜？文殊菩萨为七佛师，为菩萨母，就是因为文殊菩萨为众生说法。佛说八大人觉经，传习法师正在开讲。第三个就是，就知足守道觉，啊，第三觉知，心无怨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尔。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此既修少欲，复修知足，以专心于慧业也。多欲不知足人，最能障慧。今于少欲之中，又复知足，则慧业任运可尽也。啊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偶一大师，你看，既是解释我们佛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经典，同时偶一大师净土宗祖师啊，这都是代表阿弥陀佛的呀。我们能不能去到极乐世界？你看这个偶一大师在这里面，如果又能少欲，进而能够知足，少欲能得一些自在，知足能多一些感恩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这个道啊，心安则道隆啊，慧业就会兴盛。反过来说，多欲不知足的人，好嘞，无边佛法这个五台圣境啊，跟你没关系啊。你走到这里就看山看水看松树看风景，就是没有看到五台圣境。那五台山号称是第二金刚座啊，那什么金刚座啊？我那个读经典说金刚座是有什么功德呢？说这个地球都毁掉了，大劫成住异灭嘛，地球都灭了，金刚座不灭，下一尊佛成道的时候还是坐在金刚座上。我就当时我就想啊，我以前我就想，我说这个是什么座呢？地球都灭了它还不灭，那它飘在虚空里吗？这地球聚合了，哎，这个世界又成了，又成了，住了，住了，佛陀又来成道了，成道了，哎，然后这个座又出来了吗？我以前就这样想，后来才发现，哦，什么是金刚座啊？文殊菩萨的般若空性的智慧就是金刚座啊，一切诸佛之座处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不是有讲得很清楚吗？对不对？入如来识，坐如来坐，着如来衣。什么是如来识啊？如来识者，大悲心识，对众生起大悲，你就进到如来的房间了。那如来坐是什么呢？诸法空性识，诸法空为坐啊。那什么是如来衣呢？我们光披着这个衣，这衣你看上面都是裁剪出来的，一块一块合成的，那说明是什么？是因缘呐、啊，因缘中有空性啊，空性中有因缘呐、啊。那到底这个一是什么一呢？如来一是什么一呢？柔和忍辱一呀、啊，柔和忍辱，一切顺境，我们不必顺境迷惑，我们也能安住于道中；于逆境，我们不为逆境所恼，我们能也与道心所会。我们特别我们上座啊，大善知都会提醒我们，无论遇到顺逆境，皆从道中会啊，皆从道中会。所以这两天我已经听了两次了啊，这个那个碧山寺上堂大供啊，我们这个龙悟大和尚对吧，上堂说法，然后维摩举枪，一举枪就是法门龙象众，当官第一地，然后地绕地球转了三圈，对不对？一直转到五台山，从五台山转了绕地球三匝，再转回来，一个弟子，法师开示了讲法，
我们龙武法师很厉害的，讲法是不用草稿的哟。啊，那个祖师的寄送啊，随手拈来，公案啊，随口就说，啊，最后还很押韵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真的是，哎，这个法门龙象啊，他真的是法门龙象啊。但是这个当中说法门龙象众，这个不是指我们龙武法师啊，是指所有在座的出家的师父，在家的菩萨啊，是指所有的佛弟子啊。法门龙象众当观第一谛啊，第一谛是什么？第一谛就是诸法空为性啊，空为座啊，诸法性空啊。如果能安住一个诸法性空，那就能观，就是第一谛啊。然后法师啊，大和尚说法说好嘞。啊，昨天在竹林寺也是，竹林寺我们会长妙江大和尚啊上堂说法，维诺没换啊，还是那位维诺唱的特别好听。说好法了之后，有的是正直，有的是那个龙头拐杖，咔一插，对吧？然后维诺又起腔，敌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，这个是又从五台山绕地球三圈，又回到五台山，都把我们一切众生。十法界众生都拥抱在这个里面啊。每次一听到这个，哦，我都汗毛都竖起来啊，汗毛竖起来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个经典里有说，一个人你有没有往昔亲近过文殊菩萨，你有没有学过大般若，你听到般若两个字的反应就可以知道。如果过去学过，你过去生修习过般若，你观修过性空的第一谛的，一听到般若两个字就会这个身心就会颤栗啊，汗毛都会竖起来。哦，甚至有的时候夸张的时候都是泪流满面。你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哭嘞？你是有什么伤心事？谁得罪你了？小乘钱没发吗？不是啊，这跟那个得失没关系啊。所以菩萨流泪有三种因缘，一个就是跟法相遇的时候，法意震撼的时候，自然泪会流出来，啊，泪会不流出来。这个文殊菩萨智慧火啊，在你体内升起的时候，你的四大就会啊，就会这个水大，就会从眼睛里啊流出来啊，一种叫发喜，一种是发喜。这个慧业就是指的是这个，慧业可敬。第四，就常行精进觉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间，有两种法，一个是世间法，一个是出世间法。世间是迷惑颠倒，生死疲劳，大海轮回无穷无尽的。这个，请问你还要不要在生死轮回里面？不会了，这个肯定不要的。那我们自然就会选择出轮回法，菩提涅槃，清净庄严，福慧圆满，是不是？第四觉知。懈怠堕落，常行精进，破烦恼恶，摧伏四魔，出阴界狱。偶一大师怎么解释啊？夫所谓少欲知足者，正欲省其精力以办出药啊。这什么叫出药啊？什么出药？这就我们这个常常你看都会提到，叫出了生死四大歪，其他都是好商量。这个就是其他的世间轮回的我们都可以放下的，但是怎么样，生死大事啊，要那个要去证佛陀所讲的法，这个是需要我们啊作为重要的事去办的。如果上托言知足，说前面讲了少欲知足，好嘞，我们这里修法也不修嘞。
若拖延知足，而反坐在懈怠之中，则堕落不前矣。那我们既然出家了，都出家了，放下名利，放下人我了，那干什么？有佛的戒定慧庄严的法要我们去践行的啊。我们祖师也说，未悟之时如上考比啊。那明白到了之后，那祖师说，悟道之后如上考比啊。没有其他的心思，一心就要在这个慧业之中，故常行精进，以破见思烦恼。这个烦恼之魔如果破了，烦恼魔如果破了，那阴魔就能破，无阴魔就能破，无阴魔如果能破，天魔就能破。哎，你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，这个五蕴魔被破掉，那天魔来就磨不住你的。天魔能破，死魔则能破。死魔一破就怎么？证阿罗汉啊！证阿罗汉，出三界了。请问，我们在座的佛弟子出了三界了，要不要给你发奖状啊？要不要庆祝啊？可喜可贺啊！这样的五阴十八界狱，乃可出也。我师父也跟我说过，他说三界什么是三界？三界实际上就是十八界。十八界是什么？十八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然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然后根和尘之间的六种分别，分别识合在一起就十八界。所以我师父写那个佛字就是写十八个横，十八个横，把十八个横连起来就是一个佛字，写出来是一个空心佛。我师父悟功上人，我们佛教界在座有很多善知识有可能知道，他老人家1933年就出家了，关中寺学教理，天台山国清寺学教理，有清净传承的，解放前就已经开悟的。所以解放之后遇到那么多的法难，不退缩不还俗，在逆境当中都能弘法。然后最早传戒的80年就传戒了，那个时候传戒哪个地方传戒能够请到我们师父做开堂大师父，那个是这个戒场的戒子们的幸运啊。那后来普陀山也是请我们师父做得戒和尚，台湾广清老和尚的道场妙通寺啊，也是请我们师父去做结摩阿舍离。他老人家是我们教界的著名的得道的高僧，他老人家就跟我讲到这个，他说这个十八个横呢，这个空心佛就代表十八界空则出三界，就能够，那我们这个成佛就已经可哎，就是有圣眷在握了。所以五阴，这个阴界是指五阴十八界，这个就是后面个狱，就是三界牢狱啊。三界是牢狱，有的说是六道是牢狱，三界是火宅啊，《法华经》里。但是总的就是这个三界狱。所以第五，多开智慧觉，第五觉悟，愚痴生死，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这个藕益大师这里说，虽云精进，若不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则成暗证之简。又有闻无慧，如拔火自烧。一个人听了之后，不能够用自己的身心去实践这个道理的话，这个怎么样？请问你听闻的这个能不能了生死啊？是不能了生死啊。那不能了生死，这个三界你就出不掉啊，三界不出不掉。佛陀在楞严经里都跟阿难尊者说啊，续闻成过咎啊。他阿难尊者没有，你看不像那些弟子们都证得阿罗汉果，他就是因为他的功德在多闻，但是他的修行的障碍也在多闻。所以这里面藕益大师就前面就讲到，
一是肯定多闻的好处，作为这个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世间法也要去了解一点，不了解你怎么知道世间法的过患呢？就好像那个蛇一样，那个蛇大家知道吧，我们知道蛇，但是蛇又分很多种啊，有的长得、花花绿绿的很恐怖的，但实际上是没有毒的呀，有的长得灰不拉几的像根绳，哎，看不咋地，蛇那个毒很厉害啊，你不了解对不对，你不了解哇、哦、你看，就我就讲比一个例子，就是世间的东西有时候也要了解。这个藕益大师在后面讲到西坛法里面的时候啊，佛教人们讲四种西坛，这个四种西坛概括了世出世间，前面三种是世间西坛，第一滴乃出世之西坛啊，第一西坛。但是这里面第一个就佛陀在这里面讲愚痴生死啊，我们能在世间轮回第一个也是因为愚痴，为什么？十二因缘里面你看我们会背的啊，每次给小鱼啊给小鸟放生，诸法法师都要念的啊，鱼鸟到时候念的他听懂没听懂不知道，我们人得懂啊。第一个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第一个就是无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愚痴生死，我们不知道轮回过患的，所以也不会求处理，你不会求处理的就在这个生死轮回的大海里。所以作为一个菩萨来说，不仅要懂得这些世间的法，也要懂得出世间的法。这个懂得从哪里来？要从广学多闻里来，广学多闻才能增长智慧，才能成就辩才啊！你说你信佛有理，那你有理你说说看呢，那结果别人问你，哎，你为什么出家？就这一问问住了，为什么出家？哎，我不知道，哎，是不是剃了头比较凉快啊？你还讲出个道理来啊，别人还问你呢，这为什么？我们老是被别人考试啊，那普通的你比如说啊，普通的那是最那个了，遇到你说遇到善知识啊，遇到有一点水准的啊，问起来那我们回答还是蛮高兴的呀。最怕的就是问到那种，哎呦，哎，这和尚还吃不吃肉啊，和尚还娶不娶媳妇啊，这个最无聊的问到这种问题。但是最无聊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你度化他的一个因缘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好小子，送上门来了。我正要拿你说话呢，哎，你找我说话，好的，我就正好就可以跟他，哎，就这个问题就跟他说，就给他心开一解。我很多就是这样的，坐公交车啊，坐火车都是这样的。哎，坐在上面，哎，看那个和尚，他就好奇啊，就把他跟我聊，聊都有可能聊的都是无聊的话题。哎，无聊的话题聊聊聊就聊出有聊的来，后来就觉得，哦，佛教这么好呀！他然后又回来又怪我，说佛教这么好，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呀？说你们和尚要多说呀，你看，和尚要多说，弄了半天还是我的过。所以说，我们自己把它绕给它绕进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里面就要有一点辩才啊，要有一点多学广文，要有一点智慧的。但是这里面你看佛法就是中道呢，他说如果你文不去实践的话，这就是什么，就会变成如把火自烧。如果光停着啊，那个书，如果甚至现在人呢读了两天书自己都会编书嘞，编微信编了一套一套的。我有时候看，哦，有的我知道的，碰过人打过交代才知道，哎，这个人修行实际上还没到那个境界，但那编出的微信那个左抄一点右抄一点，抄的老高大上了都。那有的人如果那个自满还出个书，
对不对？还有个书号，还能卖钱，还能拿一点稿费，哎呦，那凭着过日子了，还能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名声，还能得到别人一点的恭敬。那你看，那请问，那要就这个只是在这个文里而不进入会的会业的状态的话，这个文反而会叫把火自烧啊，会让他处在这个三界中而不得出啊，那就被三界火所烧掉。下面又一句，你看，有会无文，如持刀自割。那说这我这个人很有修行啊，我禅堂里又开了悟的呀。我们佛教界有句怎么话？禅和尚开口说变乱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不会引经据典，教门和宗门的，教门的哦，听经经引经据典，但是把经典的话，他不能够自己实践的话，就会怎么？就会把火自烧。但是光会在那修来讲也不知道怎么讲，也不知道引导别人的善巧。怎么样？有时候也会变成哑阳身呢、啊。问什么？不知道。然后说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可思议。你对不可思议，对懂的人，大家暗号对上了。哦，不可也是不可思议啊，不可说啊，是不可说啊。一说就错啊，不可虚拟啊，你这个起心动念给予道相拐啊，这个是懂行的人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嗯。那不懂的呢，连佛都不信的，你遇到你儿子了，你女儿你怎么办？哎，你功夫倒挺深，结果你生了个儿子，哎，有很多啊，有很多像我们这个文革之后出家的嘛，那时候一不小心有很多，对不对？都结过婚啊，生过小孩啊，那后来听闻到佛法了，哦，佛法这么好啊，来出家来了，他自己学佛了，自己受戒了，自己很用功夫很得力，但是就连自己儿女都不敢面对啊。你倒不错呢，你儿子还不信佛啊，然后每次看到你这个老爸还都斜着眼看你，他觉得你这个老爸出家了替儿子丢人了，这个情况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家都不敢回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要发愿度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结果自己儿子女儿都度不了，心里面痛不痛啊？像不像拿刀割自己一样啊？就拔刀自割啊！你这个肚子里很多东西说不出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没有广学多闻的一种过失，没有广学多闻的过失。所以这个佛法它就是中道的，既不能广学多闻，然后贪执在这个文法当中不去实践，也不能光我这个闷着头修，然后舍去这些智慧。所以文和慧具足，方可自利利他。既要广学多闻，也要有深，就是深广的智慧，就是外在的文字的语言的要与内心的相契合，我们身心要有受用，身心要有受用，同时也懂得这里面的理。就比如说是本觉，它本来就具足的，你就是不说它也在，但是你怎么样去用语言用文字去引导大家去觉悟到它，进入始觉的状态，这个功劳是很大的。为什么文殊菩萨我们都来朝拜，文殊菩萨为七佛师，为菩萨母，就是因为文殊菩萨为众生说法。所以这里面就是说，我们作为修行人要学这个，叫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这个悉是说自己安住在法当中享受法乐，也让有缘的众生能安住在于法，令他们也住于法当中享受法乐。这个悉是指这个，是指这个自他都能够享受到这种法乐。虽有智慧而无福德，
以不可以自利利他，无畏施就是一种大悲，是财施就是一种大慈，法施就是一种大智，三世诸佛离尘成道。佛说八大人觉经，传习法师正在开讲。佛说八大人觉经，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微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心事恶缘，行为罪属，如是观察，见离生死。第二觉知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第三觉知，心无厌逐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尔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第四觉知，懈怠堕落，常行精进，破烦恼恶，吹拂四魔，出阴界狱。第五觉悟，愚痴生死，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上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第六觉知，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，菩萨不施，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争恶人。第七觉悟，五欲过患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，常念三一，瓦钵法器，志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烦恨高远，慈悲一切。第八觉知，生死释然，苦恼无量，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如此八事，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乘法身传，至涅槃岸，复还生死，度脱众生，以前八事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若佛弟子诵此八事，于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去菩提，树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